今天接着打扫二楼，整理靠楼梯的这一间。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有点乱啊，好乱。量一下这个房子的层高有多少，看着感觉好高的样子啊。哇，3.23米，好高啊。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吊顶，这个木板掉下来了，要给它钉回去，悬空了，拿点钉子钉好。钉好了，现在开始搞卫生。先来把这个角落里这些纱窗拿到一边去，把这个地扫干净，再把这个床给它拆开来看一下，上面的这些东西都不要了，给它掀掉。这个是小咪的窝，平时它自己睡在二楼的。把这个床拆开看一看，然后把东西往这一边再放。这一个房间就当是放那种杂物的房间，把它卫生搞一搞之后，堆一些二楼的杂物，因为一楼那里有一点点柜子什么的，又不想扔掉的，然后又不太好用的，就放到这个房间里面来。因为从二楼搬到一楼去不太好搬，我们那个楼梯间非常的窄。把这个外面的楼梯也一起扫一下。二楼那里有一个厕所，就是有点小啊，挺窄的，感觉刚好够一个人，不过以后住二楼的话就方便很多呀。这个床垫掀开之后，发现这个床还挺好，好像挺结实的呀，这还能用吗？不知道啊，不太好用了。看这个雕花就知道，这个床已经很有年代感了。以前小时候我外婆家也是这样子的床，应该有好几十年了。这个床头柜是爸爸自己镶的，不搭这个床头柜。对，先把这个床头柜拆了。这个放在上面当猫窝，挺好的。它可以在这上面玩，这么大。对啊，也没浪费。用两个这种靠垫立起来折弯，然后这个棉被给它盖住，这里就是一个猫窝。一猫独享这种阳光房啊，到时候这里卫生一搞，很舒服的。把这个桌子再来整理一下，这里面好多备用水龙头啊，这里都有3个、4个、5个，妈呀，好多水龙头。然后这里还有这种新的开关，
插座之类的，这东西全部都是可以用的，全部都收起来。家里面正好有很多这种开关什么的，已经有点老化了嘛。放到这里面来吧。哎呀，统一装好。包装袋也没什么用了，脆掉了。我老爸以前搞电焊，也给人装水电嘛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备的那种产品。这不是自己家用的，自己家用不到这么多水电。嗯，这个应该是用来写对联的那种毛笔吧？对，感觉好大一个。对联要写的大嘛？对。这是门锁，好像还能用哎。对啊，先留着吧。哎，钥匙拔不出来了，钥匙生锈了。钥匙，哎，拔出来了，先留着吧。这是那个。这是干嘛的？铅，还是锡呀、啊？这可以留着。这还有一个羊。这里有几根这种木梁，留着吧，说不定有用了以后。小咪，过来。来看你的猫窝。过来。过来。熟悉一下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这个垃圾满了，提下去倒掉。还有这个床头柜，到时候卖废品吧。哎呀，慢一点哦。这是一个排插吧？对呀、啊。还能用吗？试一下。这肯定不能用啊，到处都破皮了，这个线。破皮了，把这些纸啊什么的全部都先收拾走。小咪又找到新的玩具了，小咪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了，嗯，下来了。那些大的垃圾已经全部拿下去了。现在把地上扫一下，把拖把洗一下，
来干嘛？小咪已经睡在里面了，舒服吧，小咪？这个房间的卫生搞完了，把这一旁边的楼梯也拖了一下。这个地板总算又变成白色了，那个窗户的话就关着吧，不让它通风，开着门就好了，因为那个窗户开着的话就对流了，这个房间里面的风会非常的大。小咪现在睡在那个窝里，开着窗户太冷了，就让它这样子慢慢干吧，反正也不急着用。现在准备做饭了，今天吃一个这个海带炖排骨。这个海带这里是2块钱的，这么多，没有泡开之前没多少，哇妈呀，泡开了之后一盆。先给这个排骨焯一下水，加开水，先炖排骨，炖8分钟，再加海带，接着炖8分钟。把海带放进来。吃饭了，还买了一点点卤菜，天天做饭都不知道要吃啥了，这个汤看着非常的美味啊。哎呀，好长一根啊，这个感觉好久好久没有吃这个海带排骨汤了好好吃哦，好吃，很鲜呢，对，特别入味，而且白眼汤好吃，太鲜了，来给你来一勺，我要汤泡饭，多来几勺吧，汤泡饭。这个一看吃了这个海带，这个汤肯定好喝，对，海带都很入味的哦，再来一勺就够了，可以，我也来两勺。太好吃了，好吃，这个贡菜第一次吃，好脆啊，可以啊，好吃，这贡菜真的好脆啊，你的最爱，嚼得嘎嘣响啊，这个贡菜嚼的时候，那个脑袋里面都有回声。
温温的啊、哦。嗯，太脆了，挺好吃的。好吃。这菜多少钱？10块钱，有五样的好像，还有这个木耳。哇，这么大一袋。嗯，还可以哦。味道又特别好。嗯。嗯，这镇上物价还可以啊。多吃一点海带。每天做饭都不知道吃什么菜，这样配着好像也不错哦。嗯，搞点汤。一下收拾出来几间房，看着很乱，工程量挺大的，两个人一起搞还挺快。嗯，这大排骨。